脸。小胖猫，小小猫，小胖猫，你好吗？你在玩什么？你还自己得在那边自得其乐。你刚刚自己戴了帽子了，你的帽子嘞？你的帽帽嘞？你刚刚戴什么帽子？戴皮鞋帽。啊，那叫什么帽子？啊，自己乱戴的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装球的、啊，人家拿来当帽子了。乌龟，是乌龟，是乌龟，是乌龟。这在搞怪耶！刚不理他，看他自己在干嘛？自己在那边看书，然后在那边自言自语，然后戴着这顶帽子，不知道干嘛？把他套在自己头上了。干嘛？你要跳彩带舞了？你不要再跳了啦！我整个视频都是你在跳彩带舞了，很爱现的。好啦好啦，认识看到我在录他，又要跳彩带舞。已经上面很多影片都是一直你在跳彩带舞了，你再跳下去，有人家看到都看到讨厌，看到烦了。然后乐乐又在跳彩带舞了。真的是出逃家之类的。这里面有水水，你去喝那里。熊猫那里。熊猫那里有水。啊，你去喝水水了啊！你不跳了吗？宝贝在陆里啊，你没有跳了呀？那边有水吗？熊猫有水，那里面完全没水，那被倒光了，怎么有水？有水吗？不是，还没喝完。还有啊，还没喝完，还有一点点啊。那七百年前的水了，还好了。嗯、好啦，乐乐说拜拜啊，乐、嗯、乐，好说拜拜，好啦。怎么了啦？好，拜拜，你去喝你的水了。好，拜拜。